们欢迎塔罗牌算命大师莫莉斯。Hello， 大家好。王少，我个人是等了很久、哦。真的，你上一次来的时候，我就说叫他们拜托各位帮我算一下，后来是时间来不及。没有啊，自己算比较准啦。真的、啊，人家委托这样算的话，其实也不大准。对啊，那他要传，他要如果搞不好算到最后是我的真命天女也说是啊，真的、哦、对，要自己来算才会准。对，好好好，那今天就借由这一次机会，要拜托这个莫老师，王少啊。算给我，我看没有那么好的，我们要先来算一下这个王少伟跟王小姐是啥关系，是啥关系，大家就啥关系，我跟你讲看这个就知道了，对，没错，老师讲什么就是什么了，对，好，来，那真的要算就你心里想我跟这个王、这个小姐，王小姐是谁啊，王小姐就是那个就是带老外去看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哦，好，那这个王小姐跟你是什么关系，就指一张，我不用先摸着，这样就是随便指着。老师，你确定你知道那个王小姐是？那你就把名字讲出来。我叫王丽人。哦，好，那你跟王他人小姐是？没关系啊，反正我们那个什么张韶涵、曾之乔一天到晚在节目讲了，王丽人怕什么？好了，你跟他，你跟不要心里有鬼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指出一张来看你跟他是什么关系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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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哦，怎么会是这个？好，这一张。好，你自己。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关系。哇，这个树上长很多桃花，你们其实是有一些，现在呢是其实并不是有真的有什么关系，而只是互相吸引，有强烈的吸引力，但是呢，这个事情好像还没有什么眉目，还得、如果真的要发展要很久，因为这个是种树，种树要种很久，所以我觉得你们的。希望可能不大，真的、哦。就现在情形就是尚待努力啦。如果很有心要追求他，你就要有耐心。就现在真的讲的话，只是互相吸引，但是还没有任何有这个结果可以出现。没有，还没有结果，也没有承诺，因为大家都觉得希望不大。当初就跟大家讲，没人相信，都喜欢炒绯闻。对，其实如果真的有心追求，也要花很多很长的时间，因为这是一棵树，要慢慢的，对对，需要慢慢来。好。因为这个小姐应该是比较慢热型的，要很可是老师之前我们都是三张牌，怎么这次就因为是有三个人呐、现在只有一个人呢、那都是比较性的哦，对，算关系，所以是只有一个人的，所以大家这个我们这个莫老师已经帮大家解答了，我们就只是一个普通互觉得这个彼此都还不错的朋友，喜欢对方的外形，连一步，对，连一步进那一步都没有，好不好，一步都没有，好，你干嘛特别强调那一步，你刚才特别讲那一步，证明给大家看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可以看真命天女今年会出现什么？最想要知道的一个问题。好，因为从去年呢，就有这个命理老师跟他讲说有真命天女，对，今年会出现，结果今年已经过了半年多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看今年这个剩半年有没有机会啊？好，一样的，你在里面指出一张。结果王少伟剩半年去大陆发展。哇，某有而且这张牌叫塔罗牌里不是私定终身就是结婚，因为权杖是像婚礼，你们看一下这个像是一个婚礼的一个感觉，一个房子一个家，所以你可能会碰到那位小姐让你有结婚的冲动，但是只是想而且以这个牌来显示，对方应该是身材非常劲爆那一种。哦，你在讲这个牌哪里看出来，对吗？你要相信我的专业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对，就是。所以我要开始留意那个身材比较劲爆的。我觉得不是特别要看到身材普通的就 get out。没有，他这种缘分自然会出现，只是今年你会机会90%以上碰到，然后会有冲动想要结婚，但是我相信，因为双方的工作还有你的事业，可能就会忍下来。可是就是很强烈到你非常想结婚，圈内人圈外人，再选一张，再选一张。但老师，你确定是就那一个人吗？还是只要每一个他遇到都会想结婚？可是不见每一个人都愿意跟他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意思说两个都有意愿，只是因为工作关系，可能因为工作关系。对，但只是。但从这里显示是一个身材非常火辣的那种的，对，开始要留意啦。好，那你要知道圈内圈外，圈内圈外各选一张，各选一张，一张代表圈，一张代表圈外，看哪一个可能性。一个这个圈内吗？好，这个是圈内是不是？你选的这个是圈外，圈外一个这个，圈外是这个。好，来看一下，圈内圈外，圈内因为是皇后在圈内。
所以这个是皇后牌嘛，所以是圈内的女艺人，就是圈内那种上围比较大的丰满的那种维多利亚，维多利亚上围比较劲爆，开始要留意。对，好，应该其实你不用特别去刻意追求，因为我觉得他也会很热烈的适时的出现在你面前，喜欢你，表现出来会给你机会，他会给你机会。嗯啊，那所以圈外的那一张基本上来圈外就这两张做比较，圈外只是一个骑士，但是皇后牌比较大，然后她是女性，所以一定是在这里，而且皇后也像代表女艺人。哦，这样子，你看这圈内是女的啊，如果我要选择圈外也可以，那就是男的，机会就断背山。机会不大，机会就是，比方说你现在圈内这个遇到的话，如果你不要的话，就是变断背山了。机会不大了，机会不大。这是他们的解释，不错。所以下半年有机会他会出现，但不见得有结果。结果其实你会几乎要有结果，可是我觉得周围很多人和你自己还有对方，因为是圈内人，他们的公司会有，就很多外在条件的不允许，希望你不要急着结婚啦。你讨论一下嘛，进新闻之后再问嘛。讨论，可是大家也想了解啊。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他是剩下半年，半年要马上要论及婚嫁，这个是很劲爆。没有，我是说你想。想要跟这个人定一生，但是那种是想，而不是说真的去真的讨论要结婚啦，因为就是那种冲动。我一直在强调是冲动，我内在会有这个冲动，很想把他娶回家。我知道为什么了啦，渴望太久，可能是年纪到了。好了，开玩笑，开玩笑啊，赶快给我爸爸，我下私底下解决你一下。关于主播的私密事情，我们再回来完全娱乐。虽然身为。